这是它的山门口，山门口的地方。然后这个旅游景区呢，是这个景区的门票，就刚才我走这个侧门，我每天走这个侧门，一直等到寺院的顶头这个地方，那车售票在这儿了，售票的时候登到这个山上了，这是一半儿，山上的一半儿。那么在山门口，在这儿呢，山门口。然后这个山门口，这个山门口这边，门口的两边。有一边，我上来就正门口啊，停。两边盖的综合楼，这边是斋堂，盖到这个地方了。这是盖了一个，这边盖了个讲堂，在右边盖讲堂。然后它是山的整体是这样的，这还没有，这前面的山门，然后这寺院门口，这样走上来很高，它是以山，它是结石山的最脚下边，知道吗？这等于是最下边的。山上最下边，哦，他这个亭子给挡住了，亭子不挡住的话，他只能看到那个前面这个湖了，前面那个揭阳湖，就这个山门口这个亭子啊，亭子这个地方，看到吗？这揭阳湖了。这个地方